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点子生活 Candice， 然后我们现在来到了宜兰外澳的飞行伞体验中心。那 Candice 现在其实已经着装完毕了，但是我是排第三顺位才要飞，所以你们应该可以看得到我戴着帽子跟那个背一个超级大的包包。那我们现在先在等待的同时，我们先来看第一顶要起飞了。有没有看到今天天气真的非常好，它相当快就飞走了。对，然后我想要跟大家说，就是其实我有惧高症，我不知道这边收音好不好。那我觉得这机会非常的难得，天后又这么好的情况下，真的就是不体验一下会对不起自己。还有我觉得飞行伞这个活动其实相当的刺激，但它也可以非常的安全。那我们待会就直接来看看。对，嗨，对面那位就是杰森哥，他戴了非常少女心的粉红色帽子，还有我们可爱的小琪。对，但是我现在是用录影的，所以你们可以尽情讲话，但我不会剪。下一个就是我。杰森哥有什么话想要说的？我说不出来。对，是，其实我的手有点抖哎、欸，好期待杰森哥的影片啊、喔。但因为我不会剪片哦、喔，所以我们大家看到，我现在就是一镜到底。那我现在先问访问一下教练，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事情？好，所以待会我有什么要注意的吗？真的我会跟你讲，现在会跟你讲，都可以啊。简单来说就是一直跑，一直跑。你跑的时候不可以停，不可以跳，不可以坐。不可以停，不可以跳，不可以坐。对。好，不可以停，不可以坐下来坐。对，不可以。就一直跑，跑到什么时候？跑到脚离地。你脚离地飞出去，我会跟你说可以坐，那个时候你就可以把你的脚停下来，然后向我走。对，然后我会帮你调整你的坐姿，让你真的坐得舒服。简单说呢，双人飞行伞这件事情很重要，一个就是一定要听教练的话，好吗？因为当你离开地面以后，你在大自然界中非常的渺小，所以麻烦你，既然你什么都不懂，当然你什么都懂也是要谦虚一点，所以就尽量听教练的话，我们要相信专业。对，我们现在看到飞出去的是第二顶嘛？哎，也不是哎、欸，哎、欸，你也着装了，一姐哈，哎、欸，一姐的帽子好可爱哦、喔，是，哎、欸，你的是那个蛋黄哥哎、欸，是吗？好，果然也是一个少女心啊。别这么说。好，我们现在是杰、欸，现在杰森吗？哎、欸，不是哎、欸，杰、欸、森在第二顶，我们是第三顶哎、欸，不是，我们在录影。但我不会剪片这件事情，说有点。哎、欸，可是你怎么知道你那个在录啦？不是，我是说你怎么知道你有在用秒数在镜头里面？我不知道啊，所以我们现在就尽量。然后360度不是吗？对不对？360。所以等下手机不会拿起来。手机拿有，他叫我拿去放，所以现在就录影。我放在口袋。我真的，你没有口袋，我很怕下去。这个是我吗？好像也不是。哎、欸，杰森哥够了。杰森哥穿着鲜绿色的衣 T 恤，就是我们3C界非常健康阳光的杰森哥啊。所以杰森哥准备要出差，就要出发了。究竟杰森哥脚会多抖呢？我们大家敬请期待 E-Price 的影片，你就知道他有多抖了。其实我现在是录影，我搞得跟直播一样，我一直讲，一直讲，一直讲，讲个不停，因为我怕录影很干。那我决定换人讲，哎，没有人、啊。然后隔壁那是一姐，好，我不用转啊，你们大家自己转就可以了。我现在就当个脚架好了。其实我很想挂在胸前或是某个地方，因为我们怕我大家拿上去手会很晃，所以如果你们在看到影片手是晃的，就不要太责备我，因为对于一个有惧高症的人来说，又是个女生，要是第一次体验呢，我觉得很正常嘛。那现在这边温度应该非常非常的热。哇，杰森哥！哎，该我们了，好 ，Candice 要上喽。哇，杰森哥飞好高。好了，该我们了。我们可以看到后面这一顶就是我们的伞，哎，就是我的伞。对，他是我的教练，所以呢，等一下这短短的，我们大概会飞多久啊 ？OK， 我们不知道会飞多久的时间，就是我的生命安全就要靠这位教练照顾了。麻烦。好了，好，来了，我们要上。我先跟你说，真的很简单，真的我们就用力跨大步的向前跑，那在跑的过程中不可以停，不可以跳，不可以坐。好，对，跑到脚自然腾空离地飞起来，我会跟你说可以坐，你才可以把你的脚步停下来，然后向后坐。好，对，你的右手先拿着你的自拍杆，没有，就拿着你的自拍杆，对，然后放下一点。它现在卡在里面是正常，因为你拿自拍杆，它飞出去之后它就会好了。对，现在会有点卡，好的，哎，我左手没有，左手不用，左手不用，左手飞出去才会伸进去。好吧，其实我现在有点紧张了。对，不能停，不能跳，不能坐，不能停，不能跳，不能。正前方。
就是一直跑下去。对。好。在开始跑的时候你要喊哦。刚开始跑不用快哦，不然快慢用力抓，不动它有可能把你向后拖，准备喽。啊！不行，我走。好，往前，往前，往前。往前，往前慢，我往前，我往前跑不到了。写东西，可是突然变工作以后，有时候就放假就不想碰碰碰面了。好嘞，先下来。嗯。那降落的时候，我一样会喊一二三。嗯。对，那三的时候我们就站起来。站起来。好。对，站稳之后就站稳就好。我如果跟你说向前走，我们就向前走；我说向后退，我们就向后退哦。准备喽。OK， 好，手可以先伸出来，左手一样先伸出来。